我们请主任秘书报告出席委员人数。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除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啊，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及财政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3月18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2时38分，地点本院勤贤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吴秉睿委员等14人，内席委员叶一兰委员等17人，内席官员行政院主计总处主计长朱泽民、审计部审计长陈瑞明等，主席赖召集委员释保。报告事项：一、先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邀请行政院主计总处朱主计长泽民、审计部陈审计长瑞明率所属单位主管内席业务报告，并被质询。经行政院主计总处主计长朱泽民、审计部审计长陈瑞明就业务提出报告后，既有委员吴秉睿等17人提出质询，经行政院主计总处主计长朱泽民、审计部审计长陈瑞明及相关人员一一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讯，请行政院主计总处、审计部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宜添谢一宏所提书面质询均列入记录，刊登公报，通过临时提案一案。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议事录有异？没有异，我们议事录就确定啊。我们在议事在进行我们议程之前呢，我们原例介绍在场的委员跟与会的官员。我们在场有吴秉睿吴委员、曾明忠曾委员、高嘉瑜高委员，还有郭国文郭委员，请他其他等一下过来再一介绍。那在场呢，我们行政部门有我们财政部，我们苏建荣苏部长，我们张玉燕会计处处长，国库署啊萧署长萧嘉琪署长，赋税署李庆华署长，关务署啊，我们谢凌元署长；国产署啊，我们曾国基署长；还有我们财政资讯中心，我们谢栋梁代理主任哈、啊；还有我们交通部啊，我们冯淑珍专委；啊，各单中华电信呢、啊、哈、啊，这些张其明张处长啊；那我们经济部呢是陈永聪组长。文化部是叶雪梅专委啦，哈，啊，够来很顶的，够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啊，我们张小珍张处长，行政院主计总处基金预算处啊，我们黄专委啊，以上的一个介绍啊，那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第二及第三项，有关财政部主管的109年度预算解冻书面报告39案，还有我们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解冻书面报告一案。报告事项二。处理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有关财政部主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案计39案：一、冻结财政部一般行政预算1/10书面报告案；二、冻结财政部一般行政向下业务会预算1/10书面报告案；三、冻结财政部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设备及投资预算1/10书面报告案；四、冻结财政部出餐业务预算1/10书面报告案；五、冻结国库署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业务会预算1/10书面报告案；六、冻结国库署国库及支付管理预算1/10书面报告案；七、冻结国库署烟酒管理作业预算1/10书面报告案；八、冻结国库署国库咨询作业之咨询服务会预算书面报告案；九、冻结国库署室内烟品查缉作业预算1/10书面报告案；十、冻结国库署公益彩券回馈金分配作业预算1/10书面报告案；十一、冻结户税署更新税制改善税政经费50万元书面报告案；十二、冻结户税署
租税交易与宣传及健全风气金会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十三，冻结户税署统一发票给奖及推行向下业务会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十四，冻结户税署统一发票发售金会100万元书面报告案；十五，冻结台北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纳税服务及规划100万元书面报告案；十六，冻结台北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直接税稽征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十七，冻结台北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间接税稽征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十八，冻结台北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电子处理及应用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十九，冻结高雄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纳税服务及规划100万元书面报告案；二十，冻结高雄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直接税稽征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二十一，冻结高雄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间接税稽征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二十二，冻结高雄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电子处理及应用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二十三，冻结北区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纳税服务及规划100万元书面报告案；二十四，冻结北区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直接税稽征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二十五，冻结北区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税款征收及处理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二十六，冻结北区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间接税稽征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二十七，冻结北区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电子处理及应用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二十八，冻结中区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纳税服务及规划100万元书面报告案；二十九，冻结中区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直接税稽征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三十，冻结中区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间接税稽征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三十一，冻结中区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电子处理及应用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三十二，冻结南区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纳税服务及规划100万元书面报告案；三十三，冻结南区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直接税稽征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三十四，冻结南区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间接税稽征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三十五，冻结南区国税及国税稽征业务向下电子处理及应用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三十六，冻结财政咨询中心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业务会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三十七，冻结财政咨询中心资通资源管理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三十八，冻结财政咨询中心电子发票管理之业务会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三十九，冻结财政咨询中心电子发票管理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三、处理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决议有关财政部主管预算冻结报告案记一案；一、冻结财政部关务署资料中心设置整体计划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案。以上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针对以上预算解冻案的书面报告部分有异？没有异议的话，我们书面报告完成就准予动之提报院会。那现在呢，请我们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继续审查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管理财政部主管债务基金、中央政府债务基金、行政院主管特别收入基金、行政院公营事业民营化基金。宣读完毕。今天讨论事项安排，我们继续审查中华民国109年度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基金，关于中央政府债务基金、行政院公营事业民营基金啊、民营化基金。现在我们进行提案的处理哈。江永昌委员。目前另提出债务基金两案啊，民营化基金两案，请问各位委员是否同意收案？同意了哈，来按那个列入哈，我们现在就进行提案处理了。在处理前，本席一并宣告，未来本委员会各项提案的签署啊，请各位委员务必签署在正本上啊，不然这样较符合彼个规范啦，较无争议啦。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审查各项预算案的审查项目及提案，共十几，今天十几案，16案。
一共16案啊，宣读完毕啊，我们就进行协商。宣读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会营业部分关于债务基金中央政府债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如有修正除注明修正意见外，应另加叙并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如无修正应叙明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益处，基金来源7790亿9261万4000元，基金用途7790亿9183万7000元，本期剩余77万7000元。三、结缴公库无列数，特别收入基金行政院公营事业民营化基金一业务计划，如有修正除注明修正意见外，应另加叙并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如无修正应叙明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益处，基金来源87亿7779万6000元，基金用途90亿9863万1000元，本期短处3亿2083万5000元。三、结缴公库无列数。宣读预算提案。债务基金第一案，债务基金应尽速拟定109年度之绩效指标，并有效评估债务管理绩效。提案委员庄瑞雄、吴炳瑞、陈江华、郭国文。第二案，请债务基金提出以每十年为间隔之计划表。计算出需将债务还本预算额度提高多少，使能评估债务还本预算以债务清偿期间之适当金额。提案委员江永昌、陈嘉华、赖世宝。第三案，债务基金应于市整体财政收支情形适时进行财务操作，提前偿还未到期债务。提案委员庄瑞雄、吴炳瑞、陈嘉华、郭国文。这个没有画重点吗？我有画，他没有，我画，他没有用彩色，这个没有彩色，因为最后两个。第四案，债务基金应以审视整体财务收支财情况，适时提前偿还未到期债务。提案委员江永昌、陈嘉华、高嘉怡。第五案，债务基金预算书内并无订定绩效指标，要求该基金109年度的绩效指标，要求该基金拟定109年度的绩效指标，以有效评估债务管理绩效。提案委员江永昌、陈嘉华、高嘉怡。行政院公营事业民营化基金第一案，民营化基金109年度预算案编列一般行政管理计划，先有高估之疑，已已冻结3565万9000元。提案委员江永昌、陈嘉华、赖世宝。第二案，要求主管机关于三个月内提出民营化基金年年保留逾600亿元市股预算收入保留之妥适性。提案委员江永昌、陈嘉华、赖世宝。第三案，公益事业民营化基金市股预算应考量其保留之必要性，办理市股预算保留数之注销。提案委员郭国文、陈嘉华、吴炳瑞。第四案，请民营化基金于三个月内就相关预算保留数未与行政院同步注销提出检讨。提案委员江永昌、陈嘉华、赖世宝。第五案，民营化基金既已获国发会同意退场，允于尽速拟具退场计划函报行政院同意。提案委员庄瑞雄、吴炳瑞、陈嘉华、郭国文。第六案，民营化基金年年短处，国发会107年已同意该基金退场，为具体之退场计划仍未拟具，应加速办理。提案委员郭国文、陈嘉华、吴炳瑞。第七案，民营化基金亏损状况严重，然台船公司营运状况已渐趋好转，应要求优先缴交欠缴之回馈金。提案委员吴炳瑞、陈嘉华、郭国文。第八案，台船营运状况已渐趋好转，应要求优先缴交欠缴之回馈金。提案委员郭国文、陈嘉华、吴炳瑞。第九案，台船公司应尽力于改善经营体制，若有盈余，优先缴交欠缴之回馈金。提案委员陈嘉华、江永昌、郭国文。第十案，民营化基金长期来
基金来源仰赖国库拨款，以设置目的明显不同，应予检讨改进。提案委员江远昌、陈家华、高国颖。提案委员江远昌、陈家华、高嘉颖。第十一案。民营化基金因尽速凝聚退场计划函报行政院同意，应予办理后续事宜。提案委员江永昌、陈江华、高嘉颖，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协商哈。明白。主席，主席，我表示一下意见，好不好？我建议那个财政部及相关所属对于这个提案的这个主管的单位哈，你们有意见的再提出来，没有意见的就过了。哦，你们先自己看一遍，因为这应该你们拿看过了，没有意见的就说没有意见，不用再。主要是那个内容啊，不用在细节的文字上面去做文章了，这样好不好？部长，你较紧啦，哈 ，OK。那个吴秉睿委员这个意见，我看跟大家的意见呐，就没有意见的话，我们让他通过。尤其今天这些，让您紧张又好办了，赶快回去复盘了。来。那个债务基金呢、啊？我们前面是五万嘛，哈，这个部长先说明好不好？跟各委员报告，债务基金五万里面哦，第二案我们做一些文字修正，其他的应该都可以照案办理。哎，对。印过了，都没印吗？还没。还没印的。对。来，主席。来，主席。好，来司法委员。我想请教了，因为现在利息有史以来最低的嘛，哈。那我们债务基金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呐、啊，也是历届财政部长喜欢讲的一件事啊，就是我们举新还旧嘛，哈，举新还旧。那你有没有因应这次的央行哈、哦，这次的大幅的调降这个相关的利率，然后我们是不是这个规模大一点？目前来讲呢，目前我们的规模多大？然后有没有准备应这个？说我赶快我多一点的新债进来，老债利率高的老债把它还掉，有没有这个动作？好不好？跟各位委员报告，事实上。像这两107、108，事实上我们本来有举新还旧，后来因为财政状况良好，所以实际上是实质还债哈、哦，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没有举新还旧。但是未来要看情况，如果说利率低的话，那么在债务基金在那整个操作上面呢、啊，也许可以就说在预算的范围之内去做一些举新还旧的，因为对有一些旧债哈、哦、是像保险公司它。就锁买了以后就锁在，他就没有到刺激市场去卖，哦，所以我们即使要买买不回来，哦。在我们现在的债务的累计有多少可以来运用以举行这个举行还旧的这个赛事多大？我们一年期就是一年期以上的哈，在大概109年是5兆3300亿的哈，那实际的就是实际的占 GDP 的比例大概29.7%左右哈。那今年我们发债，我们本来大院审查以后有294亿的
那个总预算有剩余294亿嘛，哈，那本来要850亿的举行还旧，现在只要这个556亿就可以了。556亿，对，哦，这个是举行还旧。556可以举行还旧。对，那你做了没有？还没。还没。有没有准备要做？这个如果说我们看实际情况，如果说像今年税收可能不好，今年就少了一趴了。对，所以今年税收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可能就举行还旧，然后再。所以大家可以举行还旧，就是它的上限到差不多500多亿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要问清楚，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债务是到期，那一定要去举行还旧，因为我们新增的债务会要有。要等到到期才。那如果说要提早还债的话，因为它早期的利率比较高，他们大概都守住不愿意出来。那可以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尽量的哈，来在市场上买。但是实际上我们试过几次都买不到。那我们一年大概我们的偿债计划，就是我们都有所谓的在公共债务，我们有所谓的定期定额的定量的一个还本债务，都我们都会公告。那一年这个更来更新的话，如果说以一年，我们大概会有省多少？一年举行还旧这样省多少？平均呢？省的利率我们有算过，大概一年平均省多少？利息省的利息，应该这样省好几亿啊！如果留本，大概节省利息这个有193亿。节省。如果说，哎，对，就是一些把债高的债还掉以后，用比较低的再来节省左右，193亿。193亿，快200亿了。对，好。这个跟委员报告了，就是因为最近这几年的这个状况良好，然后我们有一些就债务金的操作，本来预算是1100多亿的，后来都是，资金数大概就少了100多亿这样子啊，就债息的部分。主席啊，照你刚刚宣布的程序先进行啊，我们的同仁其他的有什么意见，后面还可以再跟部长沟通。好，我们的叫定书啦，多少是有你不得意见，那印好了没有？印好了哈。好嘞，我们现在6万呢，5万哈。除了第二案以外啊，大家没有意见呐，我们现在看第二案哈。第二，我们来看一下文字修正的部分，倒数第四行哈。倒数第四行，你看一下哦，度，然后以后呢，全部删掉啊，文字修正为，故请财政部提出中央政府债务基金债务管理绩效评估书面报告。请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永章没有意见了，那就可以了，可以了。对，永章不会给了哈。好，那我们就照文字修正通过。其他我们就遵照办理。好，其他的我们提出来这些，我们财政部都没有意见了哈。我们债务基金的部分全部都没有意见了。接下来我们民营化基金，我们行政院公营事业民营化基金一共11案。我得说明这。这个部分的话，我想11案的部分，我先提一下，就第一案遵照办理啊，这个遵照办理。第二案的话也是遵照办理啊。第三案的话是不是并第二案处理？第二案，那第七案也是并第二案处理。然后第八案是遵照办理。4、5、6、7、8，不用病，个别委员。那如果说不用病的话，那就是遵照办理，遵照办理，7、8、9、10。第六案，第六案遵照办理，第七案遵照办理。啊，第四案呢？第四案也是遵照办理。好，现在就来第八案。第八案遵照办理。第九案遵照办理。第十案新的来看一下哈。
其实同款，一样的东西嘛，哈。第十案跟前面的好像一样，好像第五案是一样的。一样了哈。对，那就遵照办理。那第十一案，嗯。遵照办理。啊，一样。对。第四、第五也都一样，遵照办理了哈。好。那我们行政院公营事业民营化基金出了第几案？第几案文字修正？第二案，全部都照案通过哈。来，主席啊，来，赖世宝委员，针对第六案呢，因为这个都过了啦哈，针对第六案呢，这个郭国文委员提出来的，我觉得提案是非常好的哦。提到是行政院啊，国发会已经同意啊。就是两年前就讲说基金要退场了，因为累积的短处啊，将近六百三十亿了哦，但到现在还没有退场哦。你要不要告诉我们，他现在是当然很客气的哦，说具体的退场计划要交出办理，这个东西就是，那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时间表哦？因为行政院明明讲的是今年就要退场，对不对？107年已经要同意退场，是同意退场了。欠你时间啊！时间，我先问你时间表。这个跟委员报告哈，就说因为情况是这样子。现在最不能退场的最大原因是什么？跟委员报告，因为如果民化金退场的话，那个民化基金它所要支付的支出啊，就会分散到各部会，有国营事业的各部会里面去。好，那这一部分还要再跟总处那边协调。哦，就是比如说像交通部有中华电信，哈、哦，还有这个经济部有台传这些，哈、哦，那他对原来已经退休的人员的这一部分的支出，本来是民营化基金来支出，现在如果民营化基金退场的话，这些预算就会纳到公务预算里面去，好、哦，那由各部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各部会，啊，就国营事业的主管机关的各部会去编预算。那这一部分的预算，可能我们还要再跟总数。那你这样讲话，会不会去打理行政院呢、啊？行政院认为可以退场啊？你说行政院原来的目的也是第六案呢？国发会的原来的目的也是这样子的啊，只是说我们在跟总处这边协调。那你要跟行政讲好啊，叫行政把这个命令去改呀、啊。那不然的话，我看到的资料是要退场的，结果你们还偏偏要说这个东西不能退啊？干什么？就是。财政部等要否决行政院。好啦，安尼就叫不，这拢通过啊，这是委员垂询，那请行政部门表达一下意见呢。来，好来，曾委员，我要问的是时程，因为民化基金累计到现在短处啊，629亿。那既然行政已经决定要让民化基金退场，那问的是。他的时点什么时候？因为这个事情已经 delay 一段时间，那等于说你退场的最大面临的问题是629亿，他的债务会实现嘛？会到政府的一般普通预算去嘛？各部会的了。对，那这个什么时候时程？什么时候？两个部分，刚才我讲的支出面的问题会到各部会的总预算里面去，另外一个部分就是629亿这一部分会反映到我们的普通债务。好，就普通债务上面去。这样哈、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要再跟总处去协调了。两年内有没有办法？两年内哦，这可能还要跟总处。郭鹏姐，行政院是不是有个公文说111年要裁撤？到底有没有这个公文？没有，没有了哈、哦。没有，这只是国发会开一个会议说，应该这个民化基金应该延役退场。这哈不定了，这免受骗了，这一定找一个，都当年度哈，存钱这一刚你都要跟他宣告了，一定的了。好了，我们就谢谢我们今、啊。但是没有，我要提醒，今天因为这今天是公开的会议哦，那你的意见、你的回答，我说不是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是过了哈、哦，但是你这样的意思是等于告诉我们过是过，但是你们做不到，你们不要让他退场，退场有困难。刚才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应该不是这样，就这样子。应该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只要跟总处这边啊、因为它涉及到我知道预算，就政委员讲的、啊，立法公被退场的600多亿变成国家的负债啦。是是啊，这个你要当然你讲清楚可以嘛？那就是行政院不管哪个单位做的，
国发会做的这个决议，等于说财政部有不同意见嘛？这不能说你坐下来吐了吐了吐结吐结，嘴巴讲要民营化退场，事实上做不到嘛？你就是这个意思吗？主席，那个他那个刚刚我听部长也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是他要阐述那个不方法啦，是我的时间点是没有办法拿捏，不是不同意见啦，我写习惯你这处理啦，就照我的按钮通过就好了啦。是，嘿，我不是，事实上我们不是说跟主席跟行政院有不同意见，我们是说在时程上你要有一点时间啦，因为这个预算的编列的问题，还有这个债务的这个呈现的问题，哈，我只是反映这个情况。好，谢谢。好，那我们来，那个不带一点点来。郭委，那这样子，如果说是同意我们研议的话，是不是我们就那个原来的第三案哈，应考量其保留必要性，是不是改成请研议？那保留的必要性办理事故预算就注销，因为本来我们是说第三案是说要并第二案，是是，好，没有并了，没有了，没有了，好，我们协商完毕哈。弄出来，弄出来，先弄清楚啊！他无意见，无意见就好啊，你要听我讲就好啊。对，嗯嗯，好，谢谢委员。报告，要宣读，要宣读，报告他也辛苦。协商完成，请议事人员宣读协商结论。宣读协商结论：债务基金第一案、第三案、第四案、第五案经召案通过，第二案修正通过。修正内容如下：修正倒数第四行乙变到最后一行书面报告整段删除，修正为：故请财政部提出中央政府债务基金债务管理绩效评估书面报告，请予召案通过。行政院公营事业民营化基金，除第三案修正通过外，其已经召案通过。第三案修正如下：将倒数第二行应考量其保留之必要性，修正为应考量并研议其保留之必要性，其已召案通过。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协商结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照协商结论修正通过。那针对今日讨论事项做如下之决议：一、审查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债务基金、中央政府债务基金、行政院主管特别收入基金、行政院公营事业民营化基金预算案，除照协商结论通过外，其余均照列。二、债务基金及特别收入基金业务计划均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本次会议议程已进行完毕，我们散会。没有，没有。
那个我放环保署有人确诊，要散会啊！那难得拢不确诊。环保署员工有因为啦。因为。哎呀，这么员工。要休息，要放假，休息。影响到没有合理。那这是谁要确诊的？难讲的。又不是不会收到配方。不是，就是说像我像那个小骨嘛。一点癌啊。啊，反正我就是下次以后比较小心。好，这样子那个就可以。那叫什么？不要给人家碰到该碰到，碰不到。他就觉得因为那个